假装科技带路人拿下九桶山是有什么游戏体验？踢别踢！我是鸡哥。他是个鸡哥，告诉你，他是个鸡哥。我这么他。再把我带你们飞吧，你们不要举报我啊！一会。我没有举报。不举报。这个钻石一，这个。不敬业的，你们千万别举报他呀。OK， 免费带上分，我好好举报他干啥？对，免费带你们上分，上大分。对，好想可以送一个吗？可以吗，挂哥？求求了，我的挂哥。什么？可以送一个能量圈上的皮肤吗？你让季哥给你送皮肤，真嘟假嘟？真嘟。我操！我就开个9.9的小科技，你竟然让我给你送皮肤？哥和我是逗你玩的，你还真信了？每月值都比我高，我才零每月值。我只是逗你玩的。这把我直接带你们飞，不要举报我啊！听到？ OK。叫一号不要举报我。带你们体验上大分的感觉。哎呀，我就两个动作好烦。我专业护航的。一号。直接带你们去九斗山，怎么还有老玩家呀？我是从 SS12赛季开始玩的。我这个号是 S5赛季开的。哦，你们不要举报我啊！我要火力学开了，人太多了，我不开压根就打不过，知道吗 ？OK， 不举报。OK， 不举报。我起来看挂哥的操作。我操！我没枪，我要被增值了。这人太多了。这人全是6只啊！你们怎么救没了？志浩来救一下。哇！我这里来人了，有个人进房居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别着急，我来救你。吓死我了！不要举报我啊！你们倒了人，不要举报我啊！一会儿我被封了，你们也会被封的。被系统踢出去。OK。那边。我靠！有实力。太有实力了！前面有人打大炮。你就捡他们币，我去把他们锁了都。我操！这波怎么没打药呀？我操，牛逼！挂哥太有实力了。我靠！我操！低调。你还有？我操！太有实力了！不要举报我啊！听没听到？你们举报我，你们肯定会被封号的。我直接给你们请人去了。我先去刷视频了。你别刷视频，我不会举报你的。好的，我带你们上。好的，我带你们上大门。